从山陀儿归宿影响台湾时间再延后，全台停班停课，各地区交通都有异动。台铁公司深夜宣布，西部干线、东部干线对号列车二号全部停驶，基隆到彰化间、花莲到台东区间车中午前正常行驶，南回线则全天停驶。高铁部分自南港站到左营站每小时发出两班次，全车自由坐列车。北市也宣布北捷各路线班距12分钟，将时运量和风速调整班距，或平面高架路段若风势过大暂停营运。另外，猫懒、儿童新乐园、小巨蛋等暂停营运。新北市政府指出，1号晚间8点起开放全市红黄线207所学校停车，路边暂停收费。新北市 Ubike 2号凌晨2点起停止使用。高雄捷运部分轻轨全日暂停营运，捷运红橘线全线列车全日班距改为20分钟，并视状况调整营运模式及班距。东森新闻综合报道。喜乐堂，干杯！看动向，我是李杜慧，加油 ！I will show you， 爱你要。